4月14日，鞠婧祎现身机场。鞠婧祎的衣品一直都是发挥得十分稳定，没有什么车祸现场的造型。这次的机场照，她依旧是以清新的风格惊艳到了我们。身穿灰色西装外套，搭配黑色短裤，秀出美腿，变身肤白貌美女总裁，美艳动人。脚上穿了一双酷帅的白色马丁靴，还背了一个链条黑色斜挎包，整个人休闲风中带些酷帅的中性美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